这个现在在麦序上卖艺，然后我喜欢我的哥哥们可以关注一下。哎，怎么不小心发了个弹窗出去？跳一个比较可爱一点的吧。对，没有关注的哥哥们可以关注一下，然后手机用户呢是上方，然后电脑用户呢是左下角。不知道为什么一来官方的频道呢，我就不会说话了。其实，在直播间里挺能聊的一个人。谢谢送的花啊。直接开始表演了，那我要来个前戏吗？啊，谢谢送的礼物，看的没有没点欲望，啊，大哥，你想看有欲望是不是走错地方了？看的有欲望的话，你应该去看片子呀，为什么要来看直播呀？啊，不是应该去看片子吗？幅度太小了，那我来个大秀啥的吗？镜头建议厉害一点。我这个镜头应该挺高清的了，大哥。高跟鞋，我这个衣服它，
我该不适合穿高跟鞋。嗯，别乱穿好看。你跳舞不是给我们看的吗？对，我跳舞是给你们看的，但也不是说你们对着我发挥麒麟臂的是吧，大哥？再说刚才场控我看说了，说是小鹿怡情，鹿多则灰飞烟灭，我觉得真的是没错的。哎，对，有欲望对身体不好，就你可以正常升国旗，但是，哎呀，然后我再看再跳一个吧。哦，把这个帽子摘了吧。刚才有这个帽子吧，它跳的好像挺不方便的。嗯，好吧，给你们来一个稍微性感一点的啊。然后进来的哥哥呢，然后没有关注的可以关注一下，然后没有点我直播室通知的可以点一下我的直播室通知。变装也快。
好快又结束了，还有五分钟。你们看的兴奋吗？啊，如果说是，粉部分你也看不到，没感觉。大哥没感觉是对的，如果说你有感觉的话就不正常了。你知道什么人看舞蹈才有感觉吗？就是找不到片子的。啊，再跳一个什么呢？真的，就是在座各位如果说看看跳舞有感觉，那准肯定是找不到片子的。有需要给你地址，对，卖片不挺多的吗？然后等一下啊，把这个镜头翻过来。然后打一下广告，就是如果说是真的找不到片子啊，也不是，就是喜欢看跳舞或者听唱歌的，然后大家可以私信一下上面的黄码，然后可以应聘一下场控。哎，三分钟之内肯定到，看你胸有感觉，大哥我怕你晕过去的，太大了怕吓着你。对，没有关注我的哥哥，然后手机用户呢，然后关注这个上方，然后电脑用户呢是左下角，可以点一下平胸，反正肯定比你的大就对了。啊，没搞懂。哎呀，再跳一个什么呢？然后下一个舞蹈你们想看什么呀？看一个什么节奏的？再大，主要大不是好看不好看的问题，是你不能一个手掌握得过来。啊，我跟你说，这个胸这个东西吧，是可以挤的，就是挤挤总会有的。你就是一个男的，也能给挤出来。性感的加特林，大哥，你能不能有点品味？都啥年代还跳加特林？刚进来，完全懵的。啊，放音乐跳吧，真心挤不出来，找我呀，我可以给你挤啊。Kills me, baby, kills me, kills me. 我就算心里还惦有。